要提暂缓迟到的部分哦。那这部分不晓得总裁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那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。你们也正常，那对疫苗的资金都没有啊，国内的情况好 ，OK， 那这样没有问题。那不晓得总裁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疫苗注射的部分没有，好，那我们啊，防疫的部分就才最后的任务表签名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